像人掉进泳池里面嘞。这么久不见，一见面就过问我未来的老婆。好久不见，哎呦，身材保持得不错啊。当然了。不打扰你们两个睡觉了，我先回房间了。怎么样？他是你喜欢的类型吧？如果你对他有意思，我可以帮你介绍哦。你刚才不是在说他是你未来的老婆吗？那是我妈的意思哦。从小就把我跟张蜜配成一对，可是我对他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反而觉得你跟他很配。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你又怎么知道我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女生？哦，原来你是故意叫我去你房间的啊！我帮你介绍女朋友，你还打我？怎么样？你有女朋友吗？你有吗？我可能快有了。我会告诉她，哪像你，要只顾工作，要认真谈恋爱。关你什么事？我是你的好朋友啊，怎么不管我的事？还有，你别走啊！我喂完之后，我要跟你好好聊一聊。死肥子，谁要跟你聊？小黄，我没事啊。还好没有被小石头看到。啊，我去上厕所。那我先到外面等你哦。是贾斯勒的国小同学，像贾斯勒这么有品味的帅哥，怎么会邀请这么不入流的女生啊？贾斯勒家里的桌布都比他身上衣服还要高级，受不了哎！怎么会有人品味这么差？是啊，像他们这样子的女生，一定都很希望有一天可以嫁入豪门吧？怎么可能？先改变一下自己的穿着品味吧。你看他身上衣服穿得乱七八糟的，就连配件跟饰品也这么廉价。旁边只会还丢脸而已啊！说的也是，现在想起来都让人觉得可笑啊！圣诞树给我意见，你定位今天是化妆会，所以化妆成餐桌上的圣诞树，对不对？你看他身上衣服穿的乱七八糟的，就连配件跟饰品也这么廉价，站在贾斯旁边只会害他丢脸而已啊！我可以约你出去吗？贾斯勒的脸，不管他喜不喜欢我，我都要变成一个有品味的人。我要变成站在贾斯勒旁边可以相配的人。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我自己。
欢迎收看《时尚美人》。今天节目改变形态，我们希望能呈现给观众朋友更精彩的表演，特别邀请两位时尚高手，看谁能将女人变得更女人。首先，让我们欢迎熟女杀手 Gino。接着，让我们欢迎一直受到大家喜爱的时尚达人唐门。在正式的特别计划中，熟女杀手 Gino 将首度对上本节目最受欢迎的时尚达人唐门，两人将针对不同的主题进行时尚 PK 赛，究竟谁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呢？不管是丑小鸭、大白鲨还是恐龙妹，你想挥别这些讨人厌的绰号吗？想想想，我不想再当圣诞树了。你想脱离被别人嘲笑的梦魇吗？要要要，我要那些嘲笑我的名媛后悔没跟我交朋友。你想跟你喜欢的人出去，但不觉得自卑，而让他引以为傲吗？是是是，我要跟贾斯乐约会，我不要他因为我丢脸呐。那么你需要我长门来为你代表。碰过你一次呢，而且那一次哦，像你这种没有品味的人比感冒病毒更可怕，麻烦你啊离我远一点。糟了，那一次我在外得罪了你呢，他一定不会理我了。我跟你说过了，我们这里啊不卖圣诞树，也不卖剪刀。我知道，可是我一定要知道圣诞树小姐是不是在这边工作，还是你们的客人？年轻人啊，你是不是别家店派来这边乱打你？圣诞树小姐，该不会是？我警告你啊，不可以再来了。走，别走，走了。圣诞树小姐。圣诞树小姐，请问你前几天有没有在街上捡到一组剪刀？剪刀？你找我女儿也没有用，我不卖圣诞树啊，我女儿也不卖剪刀。那天唐门给你做同样的车子，不小心把剪刀掉到车上，那组剪刀是从意大利买过来，很贵重也很难买，掉得很着急。所以说，那组剪刀对唐门来说真的那么重要？你有看到吗？没有哎。听到了没有？我们这里不卖剪刀。好吧，那打扰你们了。老爸，我出去一下啊。他们怎么样？剪刀找到了吗？没有。怎么可能？圣诞树小姐说没有捡到，明明就是两个人在计程车上，一定是要拿走的、啊。我自己去找他，我跟你赌，你在骗人。请你把我变成一个名媛的样子，请你改造我。为什么要改造你？为什么？这不是你说的吗？要挥别讨厌的风号，远离别人的嘲笑。跟你约会的人以你为傲，就需要你唐文来为我而改造。艾瑞克，是，你来当节目的报名表。我不要，我不要参加节目的录影。我希望你可以私底下帮帮我。帮忙你？拜托你帮帮我。不用人家帮我就已经够忙了，哪有什么多余的时间把你打造成一个名媛啊？更何况。为什么要帮你？上辈子欠你什么吗？如果想拿回你的剪刀，从意大利买回来的剪刀，又贵又难买的剪刀，我想。需要他吧？威胁我？阿妹，不要生气，我跟他讲。
现在在我手上，如果你们不答应，我就把它砸了。不可以！我知道这样对你是不对的啦，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而且我没有时间了。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把我变成一个跟富家公子出去不会被别人用异样眼光看待的女生啊！拜托你，拜托你，不会占用你很多的时间，拜托，不然呢，至少你教会我怎么打扮，好吗？教会之后我就不会再烦你了，真的啦！我谢谢你啦，拜托拜托，你是好人，好人一生如意，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Go go go！已经领过两次门了，我那么多门给你领啊？对哦，你本身就叫唐门，也是门。三堂课，我就给你三堂课的时间。来一课，影片，明天这个时间到我家来找我。他答应了，所以我成功了，我成功了。不是叫你叫我唐门就好了吗？我真的很不喜欢收徒弟。你说有人在的时候叫你唐门，可是现在没有别人呢。你看，下次录音内容出来。唐门与基诺的战争，是人都会瘦，谁能把胖美眉变成漂亮美眉？这些制作单位啊，又在玩谁能让来宾瘦最多的游戏。师傅，你有把握赢吧？废话。这游戏我是有把握。月亮，小花，你的同学贾思乐又打电话来说要来看你。他现在我不能见他啦。为什么？反正以后他打电话来就说我移民了。可是我已经把我们家地址告诉他了。我死也不能跟他见面。我不是圣诞树。我也没有参加化妆舞会了。喂，小华，你是谁？我是贾思乐。化妆舞会？你还要去化妆舞会啊？不去不去啊，这一辈子不会再去的。太好了，那你应该会有更多时间和我约会咯。你今天有空吗？没空。因为啊，因为我要上班啊。那我接你去上班。不要！我突然想到，我今天不用上班了，因为我生病了。你生病了？那我来看你。我是小病啊，真的很小很小啊，你不要专程跑过来，太麻烦了。不麻烦。我是在你们家外面了。我跟你说啊，我们家有客人的话，一定要经过我阿妈同意的啦。阿妈，阿妈，今天是十五，阿妈要来去庙拜拜，可能会较晚才倒转来。倒转要有早餐哦，你会记哦，食食来紧去上班哦。阿妈出去了。好好啊，我看你下次回去。
考虑。该不会昏倒了？小蛙，你看起来好严重啊，要不要送你去医院？我床上躺一下休息一下就好了啦。那我扶你。我妈说，孤男寡女不能共处一室啦。你还有心情讲笑话，我就放心了。这样会不会太闷？不会啊，我还觉得很冷呢。你是感冒吗？嘿啦。有没有发烧？我看看。有点烫。那你退烧。不好意思。喂，喂，喂，老爸。小花，你怎么还不来啊？我快挡不住了。啊？怎样啦？哎呀，有客人要上个月销售 number one 的那个产品。左边第二排的柜子，右边数过来第五格啦。哦，没有啊。怎么会没有嘞？去看看围巾那边有没有啊？哦，找到了，刚回来帮忙啊，知道吗？我也想啊。我老爸啦，因为他每次都找不到东西哦，所以要我回去帮忙啦。他不是很生病吗？不能过来最好，免得浪费我时间。你等一下啊！你怎么起来了？我老爸哦，他就要问我商品的价钱啦，可是是商业机密，不能说的。商业机密啊？喂，你到底在干什么？什么商业机密？为什么不过来上课？要，我要去啦。你赶快过来啊！我生病了啦。哦，那你病死算了，免得丑一辈子。小花，你还好吗？我已经好很多了啦，你有事先去忙没关系。我没事啊。可是我，哎呀，我想先睡一下哎。是啊，我在旁边陪你。你都不用上班了吗？难道我干什么回来才要带我进公司？我现在是无业游民。啊！我肚子饿了，去买东西给我吃好不好？你想吃什么？我想吃淡水阿给，不过很远哦。啊，没关系，我叫我吃就吃。
你不是感冒吗？听说这一次的流行性感冒会影响到肠胃了。那我带你注意啊。吴明生，说话。吴明生。啊？怎么可能？他看起来很痛哎！啊，好痛啊！哎，痛啊！哎呀，好痛哦！穿正常一点是不是？啊，我穿这样不正常吗？穿去哪里呀？先穿去床上，然后去医院，然后再到这里呀。送命靠的是医不好的。拖鞋。哦，我知道了，你有洁癖哦。你的脚趾头一定要出来跟别人打招呼吗？你要迟到，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半个小时可以做什么？要改造自己就得先了解自己。我会了解我自己啊。你了解了自己，绝对没有比我看到的你更糟。怎么这样子讲？好，我们就从了解你的缺点开始。半个小时确实不够。对不起，我迟到了。你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哦。我有个朋友生病了，我陪他去医院。是男的他，还是女的他？你该不会是交女朋友了吧？现在还不是女朋友，但是我想开始跟他交往。他是什么样子的女生？他长得很可爱，很会讲笑话，一看到他就想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哇，好大的你！照片比本人还要帅。
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身材或者缺点而烦恼过吗？烦恼？我应该要烦恼吗？烦恼什么？比方说，皮肤不够白，腿太粗，腰不够细，胸不太小，或是发质太差吗？你刚刚说的是我应该烦恼的吗？你说的是我的缺点吗？哦，你终于听懂了啊。那这些缺点也没什么嘛，听起来还好嘛。啊，我找到你的优点了。是吗？我的优点很多耶，你是说哪一个？因为盲目催眠自己而产生的过度乐观。我们全家人都是这个样子啊，盲目。可是我的视力很好啊，催眠，催眠，我每天都早睡早起，没有失眠的问题啊。这些算是优点哦。真是个白痴说话。不是在说优点，干嘛骂人白痴？我像白痴吗？其实他有时候很白痴，像我那一天在 party 上刚带要电话。他的眼睛长得很大，他的嘴巴也长得很大，真的很可爱又好笑。他是你的国小同学？原来你早就有对象了？没有没有，小时候我只是常常跟他在一起玩，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笑我胖，是那一天见面之后我才决定了。骗人，你那天叫唐门上来找你，明明就是安排我们见面，好让你啊可以安心的跟他重逢。好，我承认。但是啊，如果你也在，大家都会知道你就是我的未婚妻，我怎么好意思跟他跳舞啊。我就知道你故意啊介绍唐门给我认识，就是不怀好意。哎，他很优秀哎，长得帅，穿衣服又有型，而且专业是 number one。他都没有缺点吗？缺点有一点，他骂人的时候很过分。你不是白痴吗？你如果不是白痴的话，你怎么从来不反省自己的问题了？那是因为。我本来都觉得自己很 OK 呀、啊，一直到我到他们家他的朋友都笑我了。你还真傻哎！你觉得你改变你的穿着打扮就可以让男生喜欢上你吗？当然可以，只要你愿意帮我，一定可以啦。所以你是为了证明富家少爷会爱上你，才要改变你的造型？是啊。哦，那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嫁入豪门，而不是真心的爱上他，对不对？所以我说嘛，你不是真心的要改变，你是喜欢你本来的样子，每天把所有的颜色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像一棵圣诞树一样。你不是觉得这样子好看，所以才这样子穿的吗？既然认为这样子好看，就继续过着你五彩缤纷的人生啊！干嘛为了跟富家少爷约会，就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名媛淑女？如果你真的喜欢上他的话，根本就没有必要打扮成他喜欢的样子啊！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打扮成自己的样子，让他接受你才对啊！为什么要打扮？为什么要改造呢？你是不是太天真了？男生不会因为女生打扮上名媛就爱上她的。那万一他已经爱上我嘞？那他就是个白痴加笨蛋加智商有问题啊！我生气了。生什么气啊？你一定没有朋友吧？他这个人因为讲话都毫不掩饰，所以常常得罪人。我想，我可能是他唯一的朋友吧。你刚刚不是说这是他唯一的缺点？大部分的人都没办法承受听到真话。他谈过恋爱吗？像你这种人，你可以骂我，但是你凭什么骂我的朋友？他为什么就不可以爱上我呢？爱你呢？你说的好像自己很懂，你是有谈过恋爱哦？他没有，对不对？你
自己都没有对别人爱过，凭什么去说什么谁该爱上谁的问题呀、啊？你哦，嘴巴那么毒，人缘又差，一定没有男生朋友，也没有女生朋友。而且你和那个吉诺 PK 哦，人家长得又比你帅，又比你有水准，迟早有一天他会比你受欢迎，你就等着投降认输吧。说够了没有？那你可以走了。吵说我就赶人家出来，这是莫名其妙哎！果然很难相处啦。如果你不讨厌他的话，改天大家一起约出来吧。给我他的电话，我直接约他。怎么穿这个衣服啊？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没有啦，我刚在路上在狗骂啦。啊，你是在骗阿仔哦？狗还没骂人哦。开玩笑的啦。吃饭啦。十号男他们和手底下的基诺展开减肥 PK 赛，一个月之后，让两位胖妹瘦最多的人就获胜。唐门。我一个月可以让他瘦10公斤，才10公斤，我一个月可以让他瘦20公斤。20公斤？那我就看看你这样呀？啊，瘦什么？一个月瘦20公斤，都没你多低吧？公，可是不一定哎。我那天去参加那个小学同学贾思乐他家的派对呀、啊，哦，那个贾肥哦，以前那么胖，现在又高又帅哎。哎呦，阿妈不可能一个月就瘦20公斤啦、啊。老师很有名，然后我想说，我想瘦下来。说的也是哈、哦。哎呦，我真的不知道里面现在女孩子哦，头脑在想什么啦？你看，像这样子的胖胖都有福气呀、啊。当然有啊。提供不要给你们的条件哦，你们为什么要偏偏去改变他啦？真的熬不住人呐、啊。所以，阿嬷你不希望我改变哦？你要怎么改变呢、啊？像电视上那些名媛淑女那样子啊。哎呦，好无聊哦！啊，每天哦，请看你欧妈妈啦，这样子看起来很没有福气呢。哎、欸，你不要再想那么多哦，你千万不要改变哦，像你现在这样哦，很漂亮哎。是哦。老爸，我在看节目呢。哎、欸，今天台湾风火轮了、哦，有我呢。就上八点档嘛，大家捧个场。真的假的？老爸第一次接大戏耶，戏份多不多？我看了、哦、也没有台词哦。无了，而且呢是很重要的角色哦。是哦，那你不早一点讲，我嘛就出兵去，不要给你捧场。马上就有我了。我一个月可以帮他瘦20公斤，屁啦！所以哗众取宠的家伙。制作单位找他来就是为了拉高收视率，这招显然奏效了。那你讲一些观众爱听的嘛。我只说我该说的，他们不爽就转台啊。可是我们不能输啊。如果加强多做腰部运动，可以瘦多少啊？一个月大概可以瘦3寸吧。所以啊，不管怎么做，不可能瘦到20寸的腰。体重10公斤以上，不可能，除非什么？除非他采用更激烈的手段。哎、嗯，他们啊，要不要考虑一下带去抽脂啊？你能毕业一定是靠作弊的吧？啊？我一定不能动手术，不要跟我说你忘了。可是看那个Gino这么有把握，我们将会输啊！输了就是输给Gino，但是如果作弊的话，我们就是输给自己。
我认识一个医院，他们可以帮我们保密。我们赶快带他去吧，这样恢复期差不多一个月。你知道抽脂手术在麻醉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生危险，不是百分之百吧？你是心还够法家脑残了、停止这个念头。有空再来啦，我今天真的算你很便宜了，带朋友来哦，再见嘞，老爸。你认识他？他是我小学同学贾思的。那你小学有欠他钱？不是啦。不然你又干嘛躲起来？反正我不要他看到我就对了啦。老爸，记得不要穿帮啦。可是你阿妈说不可以说谎啊。你就当作是演戏啊！你忘了你要拿影帝的，加油啦！对。你好，哎，你好，请问小花在吗？不在。哦，那她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请问你是？我是她爸爸。麻烦你跟她说，我想请她吃饭。啊，是要紧的。啊，谢谢。不送了啊！好美哟！你为什么要躲着他？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他喜欢你，你不喜欢他，所以你要躲着他，对不对？哎，不是啦！不是吗？不是。哦，那就不要接受他的邀请哦。哎，老爸！
在我家门口干嘛？好痛哦！哎呦喂！喵。用碘酒消毒。哦。嘿，那是红药水。是笨还是无知啊？碘酒跟红药水都分不清楚。那是因为从小到大都是我阿妈帮我呼呼帮我擦药的，都是阿妈这样帮我的。为什么都是阿妈的？你妈呢？我老妈在我很小时候就过世啦。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呢。生气了，那你干嘛要赶我走？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本来就有事啊，是你自己要迟到的。哦，你早说嘛，害我心里那么的内疚哎。不过那些道歉的话没有说出口，我心中会很难受。要去说，你跟别人说，我没兴趣听。哦，跟别人说？哦，我是要跟谁说啦？啊！呼呼，你好。我叫小花，我跟你说，那天我跟唐文哦讲了好多过分的话，真的是很对不起。不过他有一天一定会打赢那个吉诺啦，哈哈。这个呼呼好好玩哎，讲话还有回音。这个叫吹，这个叫吹风机，不是什么呼呼，好不好？人家呼呼不介意，你为什么要介意啊？而且我是跟他说话，又不是跟你说话。没事帮吹风机取什么名字啊？你是白痴啊？全世界那么多吹风机，我只跟你的吹风机认识哎。而且我都会把我的东西取名字哦，像我的摩托车就叫淑慧，我的手机叫美慧，我的闹钟叫恩慧。停！你现在还有别的事情吗？那我下次还可以来上课吗？我说话算话，你还有两堂课，我记得。但现在我要出门了，明天早上9点，你绝对不要迟到，听到没？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迟到。